他要骑车去中立火车站，我想说在小路的地方比较可以录，等一下大马路我就把它收起来。开过去公司吗？我也觉得，应该觉得很危险。好，那你先洗。不用，不用洗了。现在没有动，对吧？现在没有，没有大动。嘿嘿嘿嘿。有了，你要关起来了。好。终于是有条件。哈哈。条件率上很强大的。只是你要往前一点，往前，前面格子超大，好，正了，完成，得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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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现在长什么样子？他停在线里面的，有线吗？有啊有啊，在线里面啊，你先给，你可以下去看啊。你不要按，你不要踩油门。我踩错，对。刚刚摩托车遭受了生命的威胁。对。解开。现在是阿妮第一次上，有没有第一次啊？就今天第一次上路，我们要去拿我们的饮料。我至少有5-6年没有开上路了。我们刚刚已经练完开车，现在要去拿饮料。其实我觉得是车子比较适合。往那个方向的话，等一下直接去凤鸣从化区继续练。
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去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还没。我知道，好，我知道，可以，现在可以了。我要拉干全带。刚才里面太爽了，都没有拉。我这里就要就要加速了，好烦哦、喔。小心摩托车就好了。我觉得他们应该要小心我。没关系，他们看到你就会那个。摩托车我觉得都会啊，但骑车的时候你看到骑车你会上吗？任何一台都。我不能超限。你不可以叫网格线这样。不要人占据我就好。好了，我们要再往格线的。哇，你自己鼓掌，你只转了一个左转而已。哎、欸，所以你就是我们还没到之后，有，可是就是没有，我没有一考完就开，因为一考完之后还在念书，我就是也是大概回家偶尔我爸会带我去开。哦，绿灯呢？哦，他还没走。差不多是就是因为我觉得如果你不是上班需要的话，不会一直常开车，就不会那么爽。因为我就会很想要自己开车去玩，还好，因为我爱三角形。因为其实你刚好这边海线哦，因为我人在上面应该还好。上车开车，我们现在开出来哪可不可？好，有点危险，太好笑了，来吧来吧，好吧好吧，我开去凤鸣从化区，我开去凤鸣从化区给你看。当时同样房租，如果可以找到更大的饮料了，我想要搬。还是那个工业区附近啊？对对，快拍一下纸。这位乘客，乘客有没有感受到生命危险？没有，非常的平稳，赞赞。至少现在是在时速上了。我觉得没有在时速上比较可怕。对对对对对。啊？为什么？不是慢慢的比较安全吗？是没错，但是我是你会，如果人家扒你，会紧张。哦。或者是就有人会，就是会跟在你后面，会比较紧张。有，你说那个压力。对对对。可以。没事。还在路上，已经没问题了。我们今天练车已经有了。出跨越性的进展，我们现在只需要找一个好的位置来练习停车。我们现在在实战路边停车，在真的路边真的停车。讲什么废话，在真的路边真的停车。我看不到脖子。哦，我看到，我看到。现在把那个剪掉。我们等一下还要挑战去吃寿司，开车去吃寿司。你在往内。没想到有一天我也可以当别人的司机，开车导师。虽然我很废的坐在旁边，然后都让子怡讲。但我的淡定应该是有帮助。再往前开一点，让车子正。真正的教练在这，然后我是个就是冒牌的教练。再往正，等一下啊，没有。好，我就这样。我知道停前面那个，我跟你要停后面那个。因为我用我练我的方位。你的后轮压在线上。对，我知道我压在线上。好，那就继续往前开，再停另外一个。好，停前面那个，停前面的。我知道我压在线上，但我想说，我不管，我已经进去了。是有进去没错，是正的、啊，而且是正的、啊。对，我是正的。对，这样很好，这样很好。因为这样子门才打得开啊。对，其实后面还是要留点空。我现在要去停了，再往前去找前面的停停前面。对啊，因为你现在已经把前面摩托车都撞倒了。前面要是有摩托车，他都已经撞倒了。没有，以后就是一直要找停位就很难，就是这个我不要停，这个不要停。对，然后就一直下不了车。我觉得开车在台湾真的是很难诶。我告诉你，在台湾学会了之后，你去任何地方都 OK 的。对，都很友善，是不是？除了对啊，应该除了纽约之外都没有。可是去日本有假。对，右驾好像是个习惯问题，这太容易了啦，前面这太容易，直接开进去就、啊、就正了。所以我在外面都找这个位置。我们要寻找难度。我刚刚就说那两个打卡车啊，那可是他那个前面那个半小时没超过那个停车位，所以你就他进去很标准，他不标准，你会很刚好。小心不要磨到旁边，有点近。我们现在要去寻找难度二星的停车位来停车。直接闪进吗？看一下啊。有点头比较
买车一定要买。我现在很棒，我现在很棒。你要买那个有环绕的，我现在很棒，一定要买有环绕的。你看检讨，现在很棒。可以可以可以。不看出不出，但这个太简单了。对，这个太简单，这难度只有一星而已。一星，半颗星，半颗星。哎，你要不要先停下来，然后用那个续续的？哦那现在今天的一星教练，我要演到什么时候？停车经验是零。哎，刚不是说那个七点半吗？到七点半。去，好，我先演到七点半。对对对，先演到七点半。这么差不多啊，现在四点半，我们差不多在。确定。我们五点再往那边开就好。知道了。而且还要去接他。嗯。可以嘞，他就这样子。对。好，那如果我直接不去，如果可以直接按的话，就是因为我在路上。哦，就是找个地方停一下。就是没有想到，我不知道会扣点啊。完全不知道，我想说，延长对啊，我想说它就自动延长就好了，然后就没有去了。确实，我的黑历史。他没有啊。对。刚刚教练说他其实没有停过车，但他是个优良的停车，很会指导的停车教练。我也是这个耶，我们要买这个。他已经越来越放得开了，他决定要在大王上回转。要是，上手刹车，你要理我啊？哎，手卡住怎么不能？手卡住。OK OK。喂，他等你，他等你。哎，这边，这边的吗？有惊无险，有惊无险。好了，快快快走，快走。成功！回转成功。太可怕！我们成就解锁，要练习倒车入库。我们这次第一次练习。下车看看吧。哦哦哦！哦，完美，完美！哒哒！哇，真棒！哎，很棒！所以你非常好哦。下车！直接零分，零分，扣分。现在要换我们今天的一日教练来。第一吗？对，前进。吗？可以。没事吗？李白这台车可以 OK 吗？可以。哎呦，还有，还有很 OK 哦。哦哇，一次到位耶！哇哇哇！还有，看来教练果然是实力不一般。教练应该需要练习啊。教练可能需要练习啊。我们小看他了。不是说零经验吗？我真的没有什么在停车。因为通常都会，因为我妈是修旅车，所以其实比这台车还大很多。哦，对，所以我觉得好像就小车我会安全一点点，对对对，比较好开。对对对，那就完成了，就完。好没有挑战性哦，你跳台也要表现出哦有点难的感觉。我还好哎，哎他在放的真的是什么？你要去哪里？那我去哪里？好像是什么东西，他放什么东西？应该不是收钱的吧？好像不是，应该不是，看起来不像是。那我下去。没关系，我们不要停车，他不会放吧？好，那我们就。我们现在已经是。走正常行程的路线，要去接人吃饭，一个出游的行程。对，中福路，应该是这个路口。不是啊，直接走到大马路。中福，这个，没关系，你在这个也可以。对，这个我都找到。可是现在不能。对，对。因为这条路超怪，它每次路牌都用在左边，然后都看不到这边的路牌。真的？他应该坐在那个红绿灯上面。那你要说你知道坏？不是，因为我之前因为我的灯现在开着没差嘛，还是要关掉？关着开着开着吗？好，我们现在要去吃饭啦！吃饭吃起来。
我们要开去国际路其实。我现在是要往。往哪里啊？左转右转？左转、啊。左转，那边转。它那方向是对的吗？对啊，左转。我想问这个方向，我看不懂。向左转进。出发。那、你刚已经完成了我学车两个月的进度，停在两台车的正中间，非常好，我替你感到骄傲。Yeah! 完成我两个月的进度，大概三个月，可能两年吧，在我爸的指导下，可能两年的进度。但我刚撞到那个，我吓死。我告诉你，通常都是练习的时候都不会怎么样，但是就是当你一得意忘形的时候就会放。但我刚去看了一下。我们抓时间抓超刚好的。真的？那我。说不完。这个没事。这个是有便当哎。这是外带的。哦，对啦。你想要吃是吧？好可爱啊。这里面好。我怎么感觉跟我上次来的时候点的不太一样？不一样。它菜单会换。啊，难怪。我要给你们点，我要从这边拿、直接现拿一个。我就是一个假吃寿司的人，就是不吃瓦萨比不吃什么。吃完饭，等一下要走回公司去签摩托车。的话，我要回去了。刚刚我们超过时间，超过了大概五分钟吧，所以就被扣点数了。有树荫啊，拜，回去小心。